议事规则不准麦克风拿到院会来，如果连律师都不遵守法律的话，台湾真的就完了哦。蒋委员，您是律师，最懂法律，你不能把麦克风拿到议场里面来。好，大家不要激动啊，不要激动，大家不要激动啊，大家不要激动啊。好，大家不要激动，好，大家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啊。好，大家不要激动啊。蒋万安委员，这个是全国都在看啊，麦克风绝对不能拿到议场来啊。哎，那个拿走了，哎，那个啊。但是要请道路委员。